大家早安，今天是2月22号礼拜四，联准会认为有继续升息必要，带动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上涨至 2.5%。昨晚美股四大指数皆以最低点作收，天下无敌的萧老师今晚美股怎么走？好，所向披靡的萧老师，加权指数及6176瑞仪，请继续说明。OK， 好，整体上外看法是安尼哦，大家做些参考。来，我们先看侧标啦，因为呢，我那副空也甲我讲啊，你这 PE 十差距 ，iPhone 10啊，是什么挖沟？没有啊 ，PE 哈，我们讲 PE 叫本益比，十差这个差，我们讲 time， 英文叫 time， 哇，乘以十就是10倍，安尼 OK 不？八差就是乘以八。所以当你在看一些国外的研究报告，假设他写 PE， 我们叫本益比，那本益比怎么来的？叫股价盈余，最后叫本益比，股价加个尾团去读股价去除以什么每股盈余，举例股价是100块，尾计算每股盈余是10块，所以本益比是10倍，股价是100块，每股盈余是100块，一百都啊，这都一百，所以本益比几倍？一倍，没迄个物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哇，你要介绍我一档十倍本益比的股票，不是啦，十倍本益比你就从就赚了，赚到三位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来这档个股，我们昨天不提到瑞仪吗？表现没卖呢，今天打包过去咯，啊，过没卖过冻掉哈，这支股票，哎，你要很正向看它哈。为什么这么讲哈？各位请看哈，来哈，这个叫本益比区间，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过去哦，从2011年一直到2017年这么长一段期间以来，好，这个横的几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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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这个月上面给我本益比，好，来各位看最底下，这里是不是写一个14倍14差啊，它14差是不是可以差都一样，不是啊，乘以14对14倍，12差啊是不是差什么12倍，别再差10倍8倍6倍，好，也就是说最底下这条，哇，这条灰色叫六倍本利比，这条橄榄色的咧叫八倍，橄榄色的面顶这条虚线咧，这条虚线，哦，这条虚线 P 十差我者，这条十倍本利比啊，对，这条十倍本利比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以瑞仪为例啊，从挂牌上市以后，标准哦，它的本利比区间主要的区间呐，是不是这条黄色的？黄色的，你看这条，跟面顶这条哪色的？它主要是落在哪里？8到12倍嘛。也就是说，在过去以来这么长一段时间呢，真的是讲我们讲投资哦，这不就是操作哈？站在投资的角度，只要瑞仪是持续是成长的，你别再讲它衰退了哈。假设它是持续成长型的个股，好，有序经营成长型的个股，好。如果说呢，它长期股价标准本益比区间落在8到12倍，啊，你搞搞，啊，请问是要买八倍啊，要买十二倍？你莫搞讲买十二倍哈，买八倍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就简单甲买伫八倍。啊，就简单甲卖伫十二倍，你会使赚四倍本益比，一倍本益比高扣4936，一张赚30000啦！啊，如果赚袂到，我已经无你法度啊！我就甲你讲啊，但是嘛已经二月啦，逆节的班吼，什么都伊要清明啊，你知影未？啊，清明，搞不好快一点，清明一张赚30000啦！你做参考啦，我无看法啦哈。最后来股价，什么叫做股价一定重回什么？重回它的基本面，它基本面在哪里？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哈，怎么去评价这家公司？来，那一款跟你一起2018，用另外几看未来，没一个看过去耶，没有人在看过去的，看过去就不要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整体上呢，今年呢，法人圈推估哈，每股盈余下底价 EPS， 哇，上面叫 E 叫 earning， 英文那讲碳基 earning，P per 赚 per 单位数。S share 叫股份每股，所以它 EPS 叫每股盈余。好，预估呢，今年每股盈余多少？被扣三，啊，明年呢？高扣一呢？哦，明年比今年更加好啊！啊，我跟你报一支衰退的吗？那我今天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2017年呢？6.3块啊，来，啊，成长几倍？啊，你个不是买什么股票？我就想无啊，今年每股盈余预估成长多少？高达31.6%。所以，来看下面，啊，佫做袂赢，我实在无法度啊。本益比几倍？是毋是8倍？啊，无八倍来卖吗？啊，你买八倍卖 PE 十差，你一张就会赚足侪钱。好，赶快讲上久啊！来看美国股市，莫浪费时间啊！
整体上我对今晚的美股，昨天我们是看空美股，那美股昨天就跌，我们昨天也看空台股，台股就跌，但是呢我的看法接下来要设计加权指数会给你飞起来10655、哦、你有快乐 过端午好不好。来整体上各位请看，来底下是红色的，我特别用红色帮你标示，来这是道琼工业指数过去这一个月走势，所以它是不是为民电掉下来，掉到多少，最低来到23849，又起来上关又到多少？25432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讲，第25232加几的反压，对不对？所以来到这里马上就下来了，没有错吧？好，这里呢，昨天收在24797，我认为呢，今晚直接来24641的几率不大。为什么？它主要会走这个区间呢、啊，就是24641点跟25432点，但是你讲它直接过来，这个几率不大，因为呢，你看它底下。量能呢虽然是量缩，可是缓步在扩量，最主要就在于、哦、高档下来之后，在23849这里是不是低档区连续性的大量爆出来，造成在道琼指数往上做攻坚，因为啊，张立功啊，用费德公，咱独家咱的研究员讲啊，费德的公哦，那个会不会继续升息啊？所以预期哈、哦。我感觉今天去开低走高几率很大，所以你要做空的整体上要小心，所以我们再看底下哈，看紧嘞，看台北股市一模一样，来再看一次，是不是道琼台软、欸、是在低档放量啊，跟来看哈，好，因为它主要空方压在10730，所以昨天我们说来到10730绝对不可能直接过了，今天是不是顺势洗软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今天的关键点10655，所有 LINE 的好友，你看你今天一大早收到的简讯，加权指数10655之上叫强，之下叫弱，所以如果台北股市间，我刚刚我们要录影前是在106，大概在662663啦，所以卡在655嘛，哈，起码一点卡在这655，你还记得哦？明仔的主要区间会变成655到730，过来一拜，还是因为？所以呢，伊在今仔高底655，这655就变成一个多方一样，看底下哈。是不是加权指数由11239点一路下滑？好，下来之后几家请爆出大量做承接，所以整体上明天呢，你要、今天的尾盘呢，只要守655，接下来今明两天你要比较站在正向做一个观察，阿边拉走阿东边熊干单独安内走，我来跟你讲啊，这么涨。好，涨的研究报单摩工涨节当中空胜节流仓多胜，对不对？这是涨啦，涨有两胜嘛。可是昨天呢，全体会员跟 VIP 是不是各留一笔空单？10698跟10696嘛 ，VIP 的是空在10696嘛，全体会员 LINE 的清代班空在10698，一个是98，一个是96，那均价然后两点的仓10697嘛，今天开盘是不是咚一下就落来啊？今天这笔流仓空是不是又获利平仓？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今天这当冲多单应该也是获利平仓，所以呢，两胜再加两胜哈，过年熬个单哈，理论上你已经十胜。感谢你个师生啊！我感觉这真正常啊，你应该假设做100抓，咱上届无嘛赢人80抓。好，感谢各位，谢谢，拜拜。